早上好，It's Wednesday again，星期三又到了。Today we're going to continue sing Scarborough Fair。今天我们继续唱斯卡布罗集市。上次第一节课大家来了，我们说我们看了原版《莎拉布莱曼》，它有好几个动作，我们正好利用这几个动作帮助我们养生放松。下面我和大家一起来复习一下。第一个动作大家还记得吗？叫做挥舞彩虹。首先，我要谢谢珊珊老师，她每次这个课堂笔记已经打在上面。那么，第一个叫做挥舞彩虹，你可以单脚上前，这样好像有点舞姿，或者就是双脚就可以啊。我们挥舞彩虹，好，左右。左右，我们说唱歌要放松，对不对？放松怎么放松？你可以要放松，放松，放松，用其他的动作来，就是说释放自己的紧张荷尔蒙。OK，这个叫挥舞彩虹。大家不要小看这些开始的动作啊。第二个叫做抡臂挥云，抡臂挥云，其实就是手像两个火轮一样的。好不好？抡臂挥云，抡臂挥云，抡臂挥云，这是第二个动作。第三个动作，我们练胸部也练肺部，可以说叫飘飘杨柳。这个胸往前挺，或者是说往前贴，飘飘杨柳。飘飘杨柳，可高可低，根据自己的就是说伸展程度 flexibility，OK？、Okay? 飘飘杨柳，飘飘杨柳。下面还有一个动作叫做凤凰展翅，升高了这些啊，凤凰展翅，凤凰展翅。有的时候这个 body language 身体的语言可以帮你把这个歌声表现得更美。而且你自己在台上，他在过门的时候，与其站那里挺僵的，可以用这些动作来帮助自己，就是疏松啊。OK，下面就是凤凰展翅，凤凰展翅。好，下面我们小结一下，第一个挥舞彩虹，挥舞彩虹；第二个抡臂挥云，可以侧，可以侧，反正自由的。抡臂挥云，接下来一个我们不一定要那个顺序啊，叫飘飘杨柳，飘飘杨柳，还有一个凤凰展翅，凤凰展翅，最后还有一个仙女下凡，仙女下凡。好的，音乐养生，通过歌声，通过我们自己的这个就是说肢体语言。让我们身心愉悦，通经活络。好，那么今天这个预热我们就预热到这儿。下面我想请吕岩老师帮我看一下，我这个抄的看得见吗？因为待会秋风老师完了以后转过来说，我要考虑到底是用这个做歌词还是另外电脑里面看得见吗？太小，我是觉得太小，我哦，眼好的。看不清楚，太小，这太样远，稍微，这样可以了，这样可啊以，但是我上面看不见。，OK，好的，因为第五段和第一段是一样的，好的好的，我这样有数了，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那么接下来，那个秋风老师来了吗？我把这课已经来了。交给秋风老师，秋风老师可以带领我们继续把这首歌。他的背景，以及他的唱，以及他的乐理，秋风老师，课堂交给你。秋风老师还没打开您的视频是吧？您的声音和视频都没有打开，秋风老师。是，我正在登录我的，刚才登录我的 Google Drive，所好的。以我现在已经是应该是登录了。好的，哈哈，好。
各位歌友们早上好，我们继续来练习这首 Scarborough Fire 这首歌。好，我们先把这个四个可爱的这个漂亮的这个 herb 我们把它读一下好吗？ Pars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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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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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se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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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 Thyme Thyme 它跟时间我们说的那个时间啊是一个发音 Thyme 我们呢先把这个因为这个其实一直在不断的重复一共五段啊而且呢它的第一句和第三句呢啊就是都是不我说错了第二句和第四句呢都是在重复啊那好我们先把曲调呢我们先把它唱一遍也就是把这个音符我们唱一下好。好。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 La la mi mi si do si la mi so la so mi fa re mi. One two three one two la la so.Mi Rai Do Si So La Mi Rai Do Si La So La 好熟悉了音符以后呢我今天的上次我们呢一起呢把第一段和第二段第三段第四段呢我昨天仔细的又去跟着就是说录音呢去我发现歌词有问题我去唱的时候我就修改了一下我会再把这个的照片呢发到咱们的群里头第一个的这个错误呢是在第三段大家看第三段 Tell him to find not to buy 上次呢我按照原来的我从 Google 上找到的歌词的版本呢把它 copy 了把它就是说的转到咱们这上来我发现是不对的跟我查了跟 Celebrama 那个版本还有跟那二重唱的版本他们都是用的是 find 啊 find 啊包括我给大家发的那个简谱的那个里头他写的是 find 是错误的 find 是 F-I-N-E no 是 F-I-N-D find 啊为我寻找一块啊一个 acre 的地哈、啊、好第四段啊有一个错误在第三句大家看第三句 and gather it all in a bunch of heather 啊上星期呢我看的时候他是说啊用的是孔雀羽毛啊我想起来这个叶老师跟大家说起来了他的在云南买的那件衬衫还说呢说那边不会有孔雀的我也奇怪为什么这歌词里有孔雀呢啊然后呢我在听他们唱的时候是 heather Heather 是一种花石楠花哦我这里的石楠花这个楠字我也拼错了这个石楠花我昨天特意呢去查了一下这个石楠花我查了一下它呢在咱们中国有两种石楠花刚才我写那石楠花是错误的应该是没有木字边的有两种木字边的是咱们中国的就是说的就是最早是咱们中国的一种花现在呢这个 Heather 呢是在主要在苏格兰在欧洲的西北部会有这种大面积的就是说到了秋天的大面积的开放这个我在研究就是说看这个查这个花的时候因为我最近特别对这些个植物特别感兴趣他们在就是中世纪的时候他们对这种植物啊
包括上次我跟大家讲，就是说那些个 herb 呢，他们的都有一种代表性啊，象征啊。那么我查的这个呢 ，heather， 大家看一下，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就是说紫色的这个石楠花呢啊，它代表了就是一种钦佩赞赏的一种啊象征。那么白色的这种呢啊，是代表了，我觉得这首歌里指的就是白色的，白色代表非常幸运。愿你的梦想成真啊，还有一种就是说protection 保护的一个意思。那么很有一段很有一个历史的这个故事呢，就是在中世纪一场战争，当时呢有一个就是他的一个将领嘛，他带领他的部队呢，每个人的就是他们身上都佩戴了一株这个白色的这个石楠花，那么他们那场就是战争胜利了，所以他们就觉得这是非常这个花代表了就是说他们 lucky 啊，非常幸运。好，还有一个就是说它还是一个药用价值，就是我在下面写的就是说就德国的一位医生，他发现了它的花还有叶子都起到了一种能让你止痛的作用，不管是你外部的疼痛，包括你的胃，就是说你内部的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的一位牧师，他呢也是发现了这个可以让你化那个胆结石，所以呢到现在呢他们就是说治疗这个，我看治疗就是尿道方面的这个急症的话，他们还用这种就是说这种草药来治疗，很有意思。好，我们回到刚才这个第四段，我们呢把第四段的歌词呢就是说第一句和第三句呢我们把它读一遍啊，因为这个呢有几个生词啊。那好，第一句 Tell him to rip it with a sickle of leather, a sickle of leather 啊，就是说这个镰刀啊，是一种用皮子做的镰刀啊。好，我们再读两遍 Tell him to rip it with a sickle of leatherTell him to rip it with a sickle of leather. A sickle, sickle, a sickle of leather. 好，我们再看第三句。第三句呢，就是刚才说这个 heather， 发音有点像 feather， 记得羽毛嘛，对吧？羽毛是 feather， 这是 heather， 还有父亲是 father， 都是 there， T H E R， heather。A bunch of heather， 用一束石楠花，也就是把它收集起来，用那个皮做的镰刀呢，收割这些个，把它收割成一束这个石楠花，那么也寓意着就是说我的梦想成真啊，我非常幸运啊。那么好，我们再倒着来看第三个第三段。第三段呢第一句话我们看一下an acre, acre。Acre 是这儿的亩上次跟大家讲大概是咱们中国的亩的一个 acre 相当于中国亩的六亩多地我们读一下三遍Tell him to find me an acre of land. Tell him to find me an acre of land. Tell him to find me an acre of land. 好，我们看第三句。第三句这有一个就是说比较生疏的词，那是最后一个 strand， strand， strand 这个词呢，我以前也是我也没有见过这个词，我也是最近才唱这个歌时候我才发现这个词的才遇到这个词的。我查了一下这个词呢，它是在就是也是在以前的时候被诗人愿意用这个词来描述海岸strand， 咱们现在一般都说 seashore， 海岸边他们用这个 strand， 我们读一下第三句三遍。Between the salt water and the sea strand, between the salt water and the sea strand, between the salt water and the sea strand。好，现在呢，我们一起呢。来把这个唱一遍。
啊，然后呢，让叶子老师呢再详细的带大家怎么去发音，怎么去来把这个歌曲来，把它的这个就是说起落来带领大家去那个去多练习。我呢，在这里呢，再简单的慢一点的把这个歌词跟曲调怎么唱一遍啊。好，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 Are you going to Scarborough Fair? As they say, Rosemary and Thyme. Remember me to one who lived there.He was once a true love of mine. Tell him to make me a Catholic church. As they say, Rosemary and Thyme. Without no sinNo need to worry, then he'll be a true love of mine. Tell him to find me an acre of land, as they say, just Mary and Thyme.Between the sword and the sea strand, then he'll be a true love of mine. Tell him to rub it with silk of lamb, as they say, Rosemary and Thyme.And get it all in a bunch of feathers. Then he'll be a true love of mine. Are you going to Scarborough Fair? As they say, Rosemary and Thyme.Remember me to a holy day. He was once a true love of mine. 好的，今天我们就唱到这里。好，谢谢大家，请叶子老师继续带领大家，我们练习这首歌。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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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谢谢。好，非常感谢秋风老师。那个我想说的哈，这个谢谢你做的这个 research， 就是网上去寻找这些信息。我们知道哈，唱歌这个了解这首歌的背景是相当重要的，因为我们说了歌与情，它一定要有画面感，一定要有画面感。何况这首歌不是咱们的母语歌，对吧？我们说。之所以要唱这歌，就是我们肯定要接受这种挑战，接受这种挑战。所以刚才秋风老师给我们做了很多那个 research， 就让我们更好的理解这首歌。而且我们学歌也是在学英语，这个歌它的音乐可以帮助我们以后看着一片美丽的花，慢慢自然而然就唱出来，说不一定记着。好，下面大家今天我们有时间啊，我们一段一段来，一段一段来。我觉得首先歌词要会念，要会念啊，要会念。那么今天呢，我们有时间，第一段和第五段是一样的。由于我这个地方，等会我会用另外一个，对吧？另外一个放那个，就是说比较清楚。因为我这个地方要一个字一个字的去卡，所以我就用这个板。那个李岩老师，这看得清楚吗？
最后一段，这个第五段，它因为跟第一段一样嘛，所以第五段看得很清楚。但是您的现在目前的第二段，我们应该是看不清楚，就是看不清表。对，好的。现在我们先一段一段来啊。首先我念一句，大家念一句，然后我们一段一段来过关。那我念了以后呢，就是跟我念了以后，然后有举手的可以举手。然后我看你，就是说你读出来，我觉得哪一个字我们应该再加强一下，哪一个字我们在一起那个啊，不要急着唱。好，首先大家一起，这是一个问句 ，Are you going to? Are you going to? 好 ，Scarborough Fair， 大家看到后面是一个 air 空气，把 fair 连在一起 ，fair， 好。第一个是 Are you going to? 后面 Scarborough Fair 连起来 Are you going to Scarborough Fair? 您去史卡布罗集市吗？把这种情感 Are you going to Scarborough Fair? 带进去 Are you going to Scarborough Fair? Are you going to Ottawa Fair? Are you going to Toronto Fair? Are you going to Montreal Fair? 对吧，可以自己去替换这个 Scarborough 这个词。好，下面今天我们又和四种美丽的那个草药看了那个画面哈，大家一起来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这个 and 一般是最后降下来的啊，对啊，谁一起去啊？ OK, Who is going to Scarborough Fair? 李岩、秋风、珊珊 and 玉明，看到吗？这个前都往啊前面往上给上三个声 ，OK?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然后带进去，好像你真的闻到了这个 rosemary 这些很香的这些草药。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我说的是纯胶词，但是又把这个唱歌带进去了啊。下面 Remember me, 记住我。 Remember me, 记住我。这个哪里啊？ Remember me to one, 这是一个定语从句。 Who lives there? 记住我，曾经住啊。Remember me to one, 有一个人 who lives there. Remember me to one who lives there. 下面一个 he once was a true love of mine, 我的挚爱，我的真爱。这个李岩老师特别仔细哈，他在那个我们微信群里发了，是到底是 heOnce was 还是 he was once? 我有的时候也会用，在我仔细去看看那些名家唱的，他们也是有的时候唱了 he once was a true love， 或者是 he was once， 在语法上面应该是没错。上次青青老师也搭了这个哈，这个我就完全同意这个，所以这个根据我们。但是就像李岩老师说的，你根据学唱的人，他总要一个吧，你说两个都可以，所以我们还是按这个 He once was， 但具体唱的时候没有关系哈。He once was a true love of mine。 好，下面我请一个 volunteer， 就是志愿者，有举手的你可以举手，你把歌词念给我听也可以，或者唱也可以，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看一看，那么我也可以看看哪个词我们应该加强，哪个词就是应该就是有所改进。好，李岩老师你看看有没有举手的，哪位愿意自告奋勇的举手？没有我就上了啊，赶快把这个留给你们啊。那暂时还没有，那就我来吧。好好的，看着词啊，我就看着词。Are you going to Scarborough Fair?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who lives there. He was once a true love of mine. 谢谢。很好，很好 ，Bravo， Bravo， Bravo， Rosemary， Parsley sings Rose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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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semary and Thyme， 就是这个地方一点点，其他非常好。如果歌友里面有可以念这个歌词的，我也想听一下，我也想听一下，因为念的时候，其实你唱的时候，这个音是一样，这个发音是一样的。有的话也可以举手，没有的话我就继续往下走。赶快啊，努力啊！哎，有一个举手了啦，好嘞，我们打开这位朋友了啊，举手朋友的，好嘞，您好了，声音听 ，OK， 好了，您哎又关上了，刚才您声音打开了，你怎么又关上了？来，哎又关上了，好，我看看那个音频还有那个雷也真好。雷欢燕大姐，对，先这个您声音 OK， 您现在声音已经打开了 OK。嗯，好的。Are you going to Scarborough Fair?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Remember me to one who lives there. He once was a true love of mine. Beautiful. What's your name? Yinping. Oh, Yinping. Awesome. Awesome, Yinping. Thank you. 对，你看你读的 very fluently。非常流利 ，very friendly and full of confidence。我从你读的里面，我可以听出你非常有自信的，非常有自信的。你自己觉得是不是这个读的时候比唱的时候更容易一些？应该是吧。OK， 那你觉得这一段哪一句要我特别再教一下？尹明，我觉得我有时候就是掌握不好那个节拍，好像有的时候就会那个就是每一个词儿。就对上的那个节拍有时候有点可能有时候快了有时候慢了那种感觉。好的好的，那么我请秋风老师记下这个笔记，因为你看你提出来，下次呢请秋风老师再带我们再唱多唱几遍谱子，多唱几遍谱子，谢谢你，谢谢你。好的，好的，谢谢。好，下面雷欢燕的雷欢燕那个老师。叶子老师，我在向您的爸爸妈妈学习呢，他们这么大的年纪都这么棒，我快赶上他们，谢谢还差十几岁。谢谢谢谢谢谢 ，We have long way to go. Yes, OK. 谢谢。这首歌我学了很久学不好，后来呢，我跟您学习了以后，我就在读，老是读，特别是 Parsley says, Parsley says， 我老是在这个地方。唱不好，现在我先说一说，读一读看。Are you going to Scarborough Fair? Parsley says rosemary and thyme. Remember me to one who lives there. He once was a true love of mine. Awesome, very native. 我又用了一个词啊 ，very native， 很地道的，很地道的。这个你谦虚了，其实我知道雷老师英语挺好的。这个 ，Are you going to Scarborough Fair? Parsley, 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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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ge. 对 ，sage, sage. 对对对。好，我们说，age 年龄 ，age. 对的 ，age 对吧？还有那个男的叫乔治 ，George, George. 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其他的那个词来帮我们熟悉这个词 ，sage.Rage 是发怒哈，我们不要那个词 ，rage，rage， 不 rage 发怒 ，rage，George 就是乔治，所以我们可以举一反三。好的，好的，那个雷老师非常感谢，我觉得你的歌唱得很好，不要因为一首歌好像觉得不那个，有的歌不适合我们唱，但是我们总而言之，我们是在一起同乐，同时给自己加油。好的，谢谢雷老师。还有问题吗？好，没有问题，我们进行第二段。我们进行第二段。大家知道，虽然讲起来是五段，但是第一段和
第一段和第五段是一样的，所以我刚才就用了第一段的那个词。好，下面看到啊，这个请大家跟我念 tell him 告诉他 tell him 动词宾语 tell him tell me tell her tell him to make me a cambric shirt tell him to make me a cambric shirt 是男的衬衫，女的衬衫叫做 blouse，但是我们现在也不，这个不需要那么，我们有的时候也穿男衬衫，男的不穿女的衫，但我们有的时候挺好玩的，穿男衬衫啊。OK， tell him to make me a cambric shirt， OK， 亚麻衫，亚麻很凉快的，今天这个天气可以穿这个 cambric。叶子老师，最后第一行的最后一个词看不清楚，哎，好了，现在。好的，我拿的，没关系，好的，没事，非常感谢，谢谢你的反馈。Tell him to make me a cambric shirt, OK? 这个 SH 像划船，大家记得轮船吗？ Ship, 然后长一点就是 sheep, 就是羊，还有女的 she。都是这个 SH OK shirt tell him to make me a cambric shirt 真看我这是很平的唱带感情进去唱就完全一样 tell him to make me a cambric shirt 就稍微注入了一些感情又给我做件这个衣服啊好下面这一句容易我们再把这个刚刚那个 rosemarySage 你看这个我们学了以后我们对这四门草药以后肯定非常熟悉 sage rosemary OK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好这个没有问题因为每一段都有这个下面一个 without 大家都知道这个 with 很熟悉 with 和什么什么在一起没有连在一起就是 without 除了或者没有 without no seams no needles work needle 穿针引线大家还记得那个 sound of music 我们学了那个 do a dear female dear 对吧对那个里面也有一个 needle 对吧 needle 穿针又引线我们要举一反三可以那个啊 without no seams no needle work 可以停一下因为有的时候一下没有那么流利 without no seams no needle work 然后吸气 without no seams no needle work 看到这个咳几乎没唱出来哈发好音Without no seams, no needle work. 你听不见很清楚，但我没有音乐，你还是可以听见啊。下面最后一句 ，Then he will be a true love of mine. 这句和刚才第一段的 ，He once was a true love of mine. 看到，有的时候我们比较一下。可以帮助我们熟悉歌词。这一句是 then， 然后 then he will be， 他将成为 a true， 真的 love of mine， yours， his， hers， OK， then he will be a true love of mine。下面我连起来跟大家读一下。然后听友啊，那个歌友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想试啊？考虑准备几首啊 ？Tell him to make me a cambric shirt,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Without no seams, no needle work. Then he will be a true love of mine.
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可以像朗诵诗一样。好的，看看有没有举手的，没有举手我要点兵点将啊，有没有举手的先举手啊，多好的机会啊，老师给单独听。哎，南飞燕大姐举手了，哎，棒棒。来，南飞燕大姐你可以。好嘞，好像不是，我得把哪个声音关掉，稍微等一下哈。对，有一个你要保持那个叫做 without join the audio， 是不是现在好一些？啊，好的，好的，哎，现在我讲话听得见吗？听得见，听得见哈，我试一下哈。嗯，现在我们是读第二段。哦，叶子老师看不见那个，那个、OK， 嗯，是这第二段是吧？好，对的。Tell him to make me a cambric shed,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Without no seam, no little work. Then he will be a tree love of mine. Very good, very good.南飞燕老师，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有点紧张是吧？对对对，我刚才所以我刚才两个声音不好。不不不，所以这个我可以听得出来我是什么意思啊？不要紧张，没有没关系的。你说一个人在电话里面他笑，其实对方也应该听得出来，虽然看不见。所以刚才我没有看见你的人，但是我知道南飞燕老师可以读比这个读得更好。但是你好紧张哦，你好紧张。对对对对，所以我感谢你，大家看到吧，这是一个机会，就像我们小时候在上一个学校，60个人，有的时候会希望老师提问我，为什么？因为提问我，哪怕答错了，我永远都会忘。那么就是说，但是又怕老师提问，所以希望大家抓紧这个机会。我看到那个银屏又举手哈，非常好，我马上过来哈。好，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要练一下 ，shirt， 对 ，earth，dirt。Dirt 就是泥巴，比如说我们种花叫 earth，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他们会叫 dirt 是肮脏的，其实他那个种花 I bought some dirt， 对，就买了一些土啊，这个把 sh 换掉就是 dirt 啊， shirt 对的，这个地方 cambric 好好听好听，再读一下 cambric shirt 好。Cambric 读得好，这个我还要你加强一下。Shirt， shirt， 啊，好，再来。Shirt， Cambric shirt， 哎，好一些。Cambric shirt， 对 ，Cambric shirt， 对，这个地方稍微软一点。Shirt， Cambric shirt， Cambric shirt， 哎，好多了，好多了，好的，好多了，好多了。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Yeah， 这些都非常流行。No little work.Then he'll be a try love of mine. 嗯，这个词再读下。True. 对 ，true 对 ，true love of mine. Love of mine. 对的，好，非常感谢南飞燕老师。你看你这一遍不紧张了，不太紧张了，我就听不见那个紧张的声音了。不好意思，恭喜你，恭喜你迈了一大步。好的。下面一个银屏什么？哦，好啊，好啊，好，唱跑调了，请原谅啊。没事，我们互相学习。啊，我们互相学习。Tell him to make me a cambric shirt,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Without no seams, no needle work, then he'll be a true love of mine. Beautiful, beautiful. 银屏，你看啊，你前面一句有点紧张，这里是紧张，后面这两句不紧张。这是我听我个人的感觉，也许我错了哈。所以你看你完全有这个 confidence 把这个唱好，谢谢你，你两次 volunteer 谢谢，有什么感觉？感觉就是要勇敢的起来唱，可能以后就会好了。好好好，树立了非常好的榜样。好的，非常感谢，非常感 谢, 谢, 谢好，非常感谢。下面我们还有时间
再教一段，再教一段，然后我们就看它的原版。好的，下面大家看到第三段，其实 tell him 还是一样的 ，tell him to find me， 这是 make me， 其实挺有意思的。我发现学英语哈特别有意思，你可以去比较，然后呢你会读了，然后你就是说是啊。觉得自己战胜了，哎呀，那种快乐的感觉啊 ！Tell him to find me， 帮我找 an acre of land， 我也不是绝对读得很准，就是有时候大家自己呢，如果觉得不行的话，现在这个手机太方便了，你把这个 acre of land 打进去，它字典马上就会读出来，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这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和老外讲话，其实我们说了半天，人家说 What you say? Sorry, I don't understand you. 他听不懂我们讲话，我们费了半天的劲，其实就是有的音我们发的不准，所以通过这个唱歌，我们可以去查字典啊。Tell him to find me an acre. 大家看到这个 A N 后面碰的这个接下来元音 an acre。An acre， 还记得一个苹果怎么说吗？一个苹果怎么说？一个苹果 ，apple， 对 ，apple。那么一个苹果就都要读成 an apple， 看到吧？我把这个 n 和后面的连起来了 ，an apple，an apple， 一只蚂蚁 ，a nut，OK，、okay? 这个当然就是说是可以举一反三，碰到 n， 一个有 a， 还有 a n。碰到这后面是元音，正好把它连过去啊。An apple, tell him to find me an acre of land。但是其实你听哈，他有的时候原声这个他听不出来。但是我就说，如果是在朗诵的时候，你肯定这个 an acre, an acre, an acre of land, an acre of land。OK， 接下来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大家看到我刚才唱的时候，我这里加强了一下 ，sage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这个有的时候个别词特别有激情，可以这样处理啊。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这个嘴巴闭起来。下面一个，下面第三段 ，between 在两者之间 ，between。Between， 好，大家看到哈 ，this is a sticker 啊 ，OK，this is， 哎，怎么样这个点 ？OK， 这个镜头啊 ，this is a yellow sticker，this is a yellow sticker，this is a green marker，so 我可以说 the green marker is between my， 我不要这个 ，between，the green marker is between。Between two hands， 在两个手之间 ，between，OK，between 用的很经常的啊 ，between salt， 我们每天都吃盐 ，salt， 但是如果说这个肉很咸，下面我说一下，大家看我错在什么地方哈、啊、，the meat is very salt，the meat 这个肉很咸 ，the meat is very salt。我就错在这样讲的话，要把这个变成 why the meat is very salty， is very salty， 很咸的，很咸的。因为这个词我们用了很多，所以我特别挑出来说一下哈。Between salt water and the sea strength， 今天秋风老师特别解释了一下这个 strength， 我很佩服他这种精益求精的这种精神啊。然后我们一起来唱一下 ，Between salt water and the sea stream， 再来 ，Between salt water，你看卡壳啊 ，Between salt water and the sea stream， 这里唱长一点，否则我像我刚才一样的错误。就马上就好像多了很多时间 ，sea strings， sea strings，
Beatings of water and sea streams. 下面 Then he will be a true love of mine. 这一句和刚才一样，那有什么多讲的？好，我连起来啊。Tell him to find me a lake of land.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Beaches of water and sea he streams. Then he'll be a true love of mine. 我还有一个想和大家分享，像这句我还是觉得唱的不满意，我不会觉得。叶子老师，我看那个秋风老师的谱子，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在这一句上有一个 between， 有个 the between the salt OK， 对，我不知道是差了一个 the， 所以你那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啊，觉得那唱的哎对，好，我们加进去 between the salt between the salt water， 我觉得我对我来说不那个。没关系的，我们等会儿可以看他原唱，我们都是在互相学习，看到吧，我对刚才这一句我还是不是很满意，但是我不会气馁，等会儿我们去看他原唱的时候特别注意，这就是我们不断的提高，否则我每句都唱得好，你就没有特别重点要攻破的地方。我在这插一句哈，叶子老师，你说刚那个的那个，昨天我在听那个录音的时候我也仔细听，你要是说不是仔细听你找不着这个的，但是呢他就一带这个 the 它是非常轻非常轻的，还是 between the sort， 就是非常的就是说一带而过，因为它是第三拍的音啊，包括下面 the sea the sea strand 那个 the 也是很轻的，所以大家呢就是把它一带，也就是节奏你抓住正拍我觉得就可以了，我在昨天练习唱的时候感觉是这样子的啊，我差一点非常我也找到以前我们的合唱团发的这个歌谱，这个地方确实有这个定冠词热 between the salt between the salt， 有这个 between the， 就是叶老师刚才加上去的 what and the sea strong between the salt， 他这个哪位老师在唱，唱的挺好的，这个歌吧要轻的几乎听不出来，对对对对的，对的，就是从这个词来说，它一从语法来说，应该是有个定冠词的。对，是。对。Between the soul, what the sea? Between the soul, what and the sea strong? OK， 非常好。这位老师是谁？平。啊，平。OK， 平。哎，平老师，非常感谢。哎，平老师，你再把这句再 strain， 你把这句再唱一下，平老师。好。Between the soul, what and the sea strong? 谢谢谢谢，大家看到哈，平老师他是一个高水准的那个，我可以说唱将啊，他唱的挺好的，他在那个里面录的，他的音特别厚，我特别喜欢听。那个这句，大家可以跟到那个平老师唱，我特别高兴，这就是本意学唱。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我们学唱英文歌，大家一起互相学习互相鼓励。那么这个刚才听了南冰燕老师说这个定冠词，又回到我们中国人学英语哈，挺对的挺对的，其实考语法老外考不过我们有的时候，但是呢就是有的时候唱歌的时候可轻可重，我没有讲不要，对的，所以我谢谢大家一起啊，就是说群策群力怎么样让大家一起理解。那个平老师，你在我请你把这一段第三段唱一下。好，好，好。Tell her to find me a cabin of land, parsley, sage, rosemary,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Between the salt water and the sea strong.Yeah. 啊还有There be a true love of mine。 好的好的，平老师如果你不介意我就是给你纠正一下这个字 strength， 不是 strong，对，不是 strong， strength， 对 strength， 对对对、okay. 其他都非常好，谢谢你每次的歌喉
四川。谢谢你们，歌喉。对，那个、我也对。嗯，平老师。什么？对，平老师。哎。哎，您就那个 strand， 您就想那个 land， 头一句 land，、啊、它是押韵的。您发这个 strand 也是 and， 他们俩是后面的。strand， 哎哎 ，strand。对对对，嗯、他们的哎。因为我们学英语的时候，叫我们那个英语老师哈，老是发 strong， 我们就老这个单词就老念错。这个念单词比较新，比较生的一个词，嗯。strong 太好了 strong, 那个平老师 strong, 我今天特别高兴你就是说上来跟我们助阵，而且你唱得非常好，你跟大家说一下你为什么唱歌唱这么好，有什么诀窍。因为我吧实际上吧哈也是一个新手，但是呢学唱英语歌吧哈就是特别喜欢学唱。我们不是在合唱团吗，我们在合唱团学的这个歌，我就先走了一步，所以就先会唱了，并没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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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招啊或者什么的。就是因为我那个我们那个就是疫情之前我们那个合唱团学的这个歌。哦，我上次你录了，我听了两遍，我特别感动，我说就是唱得非常好。好，平老师，谢谢你的 input， 下面请我们大家一起看看原唱。好。李老师，听得见吗？听得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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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得见。好好好。
叶子老师已经播放完了，您怎么没看到您了？您在哪儿呢？现在怎么看不到叶子老师了？您下去吗，叶子老师？看到叶子老师掉了，叶子老师掉线了，掉线了，可能。你怎么还没有上来？我非常感恩今天那个平老师上来，平老师是我一个很尊敬的一个灿将啊。当然吕岩老师始终一直一如既往的带着这个老灿将，我就不说了。这个今天平老师上来，还有那个银平、南飞叶老师，我都非常感恩。这才是真正的花絮，我们大家一起来吧。说是平是哪一位呀、啊？也没有出现视频呢。那个、我在视频里呢，我在视频里呢。哎，我这边出现一个，对对对对对，平是东，是我们，对对，我只能听着东北人，东北的低音。我在这儿。哪个是啊？对，平老师，这不是第一个吗？第一个吗？我这不在招手呢吗？那谁都是第一个。那自己是第一个，来，我把哎那个名叫什么啊？我特别感谢咱们那个这个学唱英语的这两位老师啊，一个是秋风老师，还有一个叶子老师。哎呀，教的太好了，而且吧，就是你在这种环境，让人家就是敢张嘴，敢唱歌，这样的话你都提高。你就是你像我吧，我今天就是。秋风老师和叶子老师对我的那个帮助特别大，有几个地方吧就唱的不对，就是我马上我就知道我错在哪儿了。你要老也不张嘴，你不知道你错在什么地方，我觉得这特别好。那个啊，谢谢老师哈、啊，谢谢，金玉良言，这个唱将这个 Miss Lord 非常感谢。那么谢谢大家的陪伴，因为我们按那个我们以前的这个。课堂的这个程序，我们等会儿还有一个互相交流，那么也是按以前的程序，我要留一点时间给我们主席，就是说发表重要指示，然后我会回来和大家一起。主席在不在？什么重要指示啊？我给大家讲一下，一个是大家还是说正常的，这个到这个到我们这个来学习啊，这个英学唱英文歌来。这边大家是还要这个，就是不在里群里边的，可以扫中心的二维码进一下群啊、这个现在这群里面互动也比较多啊、我大家这个这是中心的二维码，你扫了以后，你说要进学唱英文歌，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群里边吧，我们现在中心基本上发的信息都很少了，基本上就是现在就中心这个只有一个，就每天那个时间表发一下。其时间表里边什么都包括有，除了这里边呢，为了不就是不干扰各个群里边的学习啊，我们现在就是每天就只发一个时间表，是这样。大家呢，我把这个时间表呢，大家扫了以后，我给分享一下，大家了解啊，了解一下，从时间表里边呢，你也能看到很多啊，我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大家如果不在了，你就加这个啊，加这个二维码，中心二维码。还有一个呢，我们下周二基本上定下来了。下周二呢，喜欢那个太极啊，陈氏太极的，我们请了一个宗明大师，给我们从下周二开始吧，我们准备好，反正基本上跟他沟通过了。上午8点钟开始了，从零基础讲那个陈氏太极。这个宗明大师他的水平吧，这个和去年那个陈桂珍大师水平都差不多。所以大家呢还是从零开始学吧，这是一个。他周五呢是他讲的这个有几个这个站桩啊、八段锦呢，他已经讲了几期了，我们有大家可以上去看，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周一刚刚开了一个上午10点钟，10点钟刚开了一个那个就是法语零基础课啊，法语零基础课从零开始，从字母开始学的。大家对学习法语感兴趣了，这个我们又开了这个课，大家可以从头开始学法语。哎，礼拜几开始？好了，这个我就说到这里。我现在呢就把那个时间表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时间表呢是在那个我们那个我把那个
我们那个宣传群打开。这个时间表我刚刚我也转到我们那个，转到我们的学堂英文歌里面了，就是每天你大家把这个保存起来都行了啊，就这个每周重新学习，这是6月2号刚刚更新的。这里边呢就是，这是每天的，这里边就是说，我们周一、周二这些时间都很详细，都有啊，就现在。这个新开的，没有，就是说6月2号，这个我们这里边都有，每天每周一、周二、周三的，你像今天我们现在学堂英文歌，10点半到11点半，这都有，然后这后边呢，下边的要看视频，一个是这是每天的，这个周一到周五，然后呢这个。Zoom 这个下载，这个然后这后边呢，这有几个 Zoom 的下载呀、使用方法呀，这一点都可以了，你一点这都看到了。这个我以前可能讲也有讲过啊，这里边这都包括这里边，所以你把这个就把这个连接你保存起来都行了。这是中心网站的连接，国内也能看到。然后你要时间表就我现在看到这个时间表，然后呢这是你从国内可以看中心网站，包括今天这个视频，明天。正常来说，上午12点以前都上传了，你都可以看到，这个国内可以看，然后我们 YouTube 也可以看，这都讲过了，这下边还有中心的，有什么情况有联系方式，有电话，有微信，有邮箱，这都有啊，大家有网站，大家都可以，上面留言呐、有什么事情都可以联系，有什么事情，包括线下有什么问题，现在线下活动也比较多了。现在就线下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这个到中心需要帮助啊都可以。好了，我就说到这里。那个谁，叶子老师，你继续吧。好，谢谢，非常谢谢主席。那么感谢大家热心的歌友留下来，我把这个大家可以有什么问题可以举手啊。如果没有问题，我就按照我这个准备的程序走。但是首先，第一，你们的问题和你们的就是想法，这是原来的本意，就是这个留下来的这段时间啊。如果大家没有什么的，那我就继续往下讲。首先，我们学唱英文歌，这是一朵花。那么，就像今天，中医讲究阴阳五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色，木火土金水，对吧？那个木是讲肝，是绿色的；火是心，红色的。那个脾它是那个黄色或者橘黄色的，土金是肺白色的，水它是深蓝色的，所以这个五行在我们人体里面它也是一个非常一个 healing property， 就是对我们养生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大家在唱歌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那个歌以前的那些老师会问你看到了什么颜色，是看到了绿色还是看到了红色，所以这个颜色本身也就是一种疗法。那么音乐养生有五个板块，第一个一般的来说对于新来的歌友开始都是以我有个音乐小就是这个的小热身，有的时候会做一些动作，像今天我们学的这五个动作大家还记得吗？我就打乱次序了啊，仙女下凡，仙女下凡，大家都知道，对吧？十指连心，十指连心，对，我们做这个动作，我把它起个名字，仙女下凡，咱们又可以呼吸，同时呢，又可以运肩膀。好，接下来，杨柳飘飘，平老师做的真好，杨柳飘飘，对的，这个胸往前，对，杨柳飘飘，对吧？可以，你往这样飘也可以，对吧？杨柳飘飘。这些都是我们学的萨莱布兰曼，看他的动作，凤凰展翅，可以根据对吧？凤凰展翅高飞，凤凰 ，phoenix 啊，英文，非常感谢。抡臂挥云，看到吗？云是非常漂亮的东西，而且可以根据我们的想象。你看他唱在那个。萨拉布莱曼在唱的中段他的过门的时候，他完全就沉浸在自己整个这首歌，他的脑子已经飞到那个 Scarborough Fair 去了啊，抡臂挥云，接下来挥舞彩虹，彩虹非常漂亮的东西，彩虹大家还记得吧？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我们前一个歌对吧？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Rainbow, Rainbow， 一讲到 Rainbow， 大家都非常高兴。没有哪个讲到 Rainbow 会哭的吧？是的，对。所以这几个动作就是我们今天的一般的是小热身，有的时候我会加一点小乐理，这样起到大家放松，同时呢有一个 warm up 啊，热身运动。那么接下来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环节，叫做趣味啊，趣味这个练唱。这个呢，一般是由秋红老师。趣味练唱，所以我特别，你们可能看不见一个小提琴，因为秋红老师小提琴拉特别好啊。就趣味练唱，可以讲那个音乐 background， 同时呢，还有就是说这首歌的一些注意事点，但最主要还有个音乐乐理啊。所以这个大家都可以，就是说把我们的 foundation 基础打好。第三个环节一般是由我，每次秋红老师说好，这课堂给还那个就是说交过来。那么我是说了和大家一起共同进步，像今天我就向大家学到了很多，我们互相学习，这样才叫有人气，这样呢互相鼓励，对吧？否则我们一个电脑方便的很，你自己去唱好了，对吧？大家就是为什么要到这里起来互相鼓励，而且就是看看你的笑容，听听，对吧？这个都是一种疗，一种养啊。所以这个分享练唱共同进步，今天向大家学到很多。那么第五个课堂花絮，有的时候是请就是说其他的朋友，有的时候就是即兴的。你像如果是八月份九月份的课堂花絮，我就准备把我们以前学的女人花还有可可托海牧羊人那个英文歌再拿出来，就是说复习啊，学而时习之不以落乎，这是 孔老二说的，否则的话到时候忘记了，但是没有专门的时间拿出来教，因为我们下半年又有七个其他的歌，看多好啊，对吧？我已经学了六首歌，接下来又有七首，这半年一年下来，哇，学了十二首英文歌啊，了不起。但是呢这个我们那个女人花和那个可可托海牧羊人呢，我会加在这个课堂花絮里面和大家一起复习。那么最后一个一般主席讲完了以后呢就有一个互动。这个我设置这个呢本来是想听听歌友和其他老师的一些建议，或者因为我们在上课的课程中这个都是静音的，大家有的时候有些什么想法或一些什么建议没有机会，所以我建议大家经常举手啊，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互相交流。这就是五个板块，下面看看有没有要问问题的歌友啊。没有看到有举手的。好的，谢谢大家啊！我今天特别高兴，因为刚刚今天那个我那个有的时候听平老师在那个。